就骑那个中正路啊，
中正路到了龙兴桥那边转过去，那你还需要骑士去这边拦截？这边的不会拦截，这边交流道的大路口它不会拦截。一堆车吗？对，一堆车它不会拦，那妨碍交通。对，没错，刚好是晚上，在那个不开车。对，大十字路口。不过今天这个交流道的路它不会拦。我今天开车来啊，大概你说半个小时，大概在至少三四个小时。开到路边，路边有一个停车格，路库，就让他盖章，加字不收费啊。对，我不晓得你懂为什么，我说你就让你盖，我一个半个小时看你15块只让你盖，就我每辆车都没有夹那个收费单，都从这边夹。难怪加字都不收费，结果超好用的，真的收收收。一个告示牌，周一到周五。对啊，对，30分钟15块，对不对？大概是15块，收到8点吧。得收到6点，跟我去到八，啊，市区到8点。对，这边都是6点，到6点，6点以后就不收。对对，然后今天礼拜六就是没有收，赚到。对，那要运气。对，真的。你运气不好，这边收费的你都没得钱，连这边都没有得钱。那么年轻，好白他们两个三个都弄不过他，球到他手就随便他弄。你说 Victor 啊？对啊。对啊，哦，全同桌不是好弄。Edison 最年轻了，反正对面那个。对对。那你说把打到点之后，把他诅咒他就跑死。对啊，他就弄你，你就跑死了。我就说这个黄牌67岁，我68岁，我们两个那么老。对，打你们，我跟他差1岁，我就跟你讲，厉害，你们两个那么小的都搞在一起打老人，太残忍了。所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吧，打一场我要歇2场。我们两个很认真的，当比赛在跟你们拼。那你们九月要比赛吗？那个卢竹区的有啊，卢竹家我没有。他说没有那个，这次没有长青组啊。长青组只有2队啊，都降到打正年了。对啊，那怎么打？就撞下来照打啊，有的玩就好啊。是啊，现在长青组太少了。我主任说，那怎么把他撞了？对啊，就降下来打，他有打电话问。我就说那就降下来打啊，总反正有打免费的，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餐盒。餐盒可以吃啊，来当队长了，有没有？参加，你是哪一个？你在这边吗？那个要打社区的，要户籍在这边才行。那我他户籍在桃园市。对啊，桃园区啊。我是桃园区啊，桃园区。你呢？你也不是在我家旁边吗？桃园区啊，我没有打啊。对啊，我是儿童之家的派对，我当领队而已。现在还有打吗？你看说儿童之家已经没了，儿童之家是没有在外面打球的，没有场地打球，可是球队还是成员还在，招招还是可以比赛啊。哦，对啊，只要组得起球队就行。这叫什么队？也是儿童之家队啊。我说这边的比赛真叫卢竹区长队。区长，对，这是以前的卢竹乡长队啊，卢竹市长队啊，对，每年都有。那如果打赢了呢？有什么东西呢？最多就奖牌、奖杯了。是啊。哇！这个每日一球，够歪。每日好球。啊，对啊。不罚好球啊！你看看，才拨一下，一扶一笑，重心就没了，这球就out了。
知道那个挂掉了，不要冲，要停了等一下。对。他这样会跑的，有，可以控制到，稳定度不错，没办法。对。